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麦芽奶爸。今天呢，我想邀请你们来我们的第二集的品酒会。我们目前预定在5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，也是一样在定威酒厂那边红树林附近。然后这次的品酒会比较特别一点，就是有3个讲师会来代课，就是我麦芽奶爸、Whisky。然后，庆威酒厂的馆长 Eric 也是会来一起教课。我们目前会提供5款威士忌 Bowmore 系列的，我们会提供各20ml 的 Bowmore 十年、15年跟18年的 Aston Martin，就是那个马丁系列的第一版本。然后还有 Bowmore 25年跟 Bowmore 22年的森林 The Changeling。这个威士忌是蛮特别的哦，全球限量5667个瓶而已，原价就是4000块。可是如果你是麦芽奶爸或 G Whisky 的订阅者，只要2380块，然后你就可以参加这个品酒会，然后可以喝到那个5款的波莫。请在下面的描述看那个链接，就是那个 Google Form，帮我点好，然后我会通知你们怎么付款。很希望再看到你们一起来品酒，然后做个朋友，然后一起喝波莫这些好的威士忌。希望看到你们咯，下次见，拜拜。